今天是玩水蜜蜂，玩水的，这么好玩，他游走了，他游走了，跑掉了，他游走了，他等下就回来了，我猜应该在这边，等下就在这边、嗯、没了。黑色沙漠全新职业，八点了，还想跑？哎，可以游泳耶。这边游泳，这边摸海龟不会被罚钱的、欸，没有，你是不会游泳一点，哎、欸，不能下去。没有，你要找会。你不会游泳？哎、欸，那什么时候有个洞啊？我们很久很久很久之前有啊，真的吗？我从来没有下来。摸海龟，哇，这里会溺死吗？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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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下不去？八十八，因为代表你吃的有点多了。我下去，该节制了，好吗？我要摸海龟，吃的不够多吧？他要吃到像你一样，那其实有点难的，那撑死他哎！哎呀，没事没事。我来看一下角色池，哎、欸，我怎么看不到？我看错了。为什么下面有一只熊猫？怎么了吗？因为他有参加、啊。你怎么可以排挤团团？哇哦，小弟对他最好了，是不是团团？可是这个团团的样子不太一样哎、欸。真的、啊？那你下来看，太像你。他前面他很煞气耶、欸。来哦，我们今天小鸡菜鸡吧，菜鸡。菜鸡有一个菜鸡，今天吃肉鸡还是菜鸡呢？基本场好不好？基本场，各职业都有。哦、如果你是村民，那你就哭啊！什么职业都没，什么能力都没有，直接哭啊！狼人有三个，燕翎一个哦。好，时间两分钟吗？对对对，地图。小金喜欢雪还是美术还是合体？我喜欢合体哦， oh? 喜欢合体， oh? 合体、欸、有没问题啊？的合體你们这样讲起来好像很可怕哎、欸， yeah. 都一样，每张都很可怕、啊，对啊，都一样的，差不多啦。合体基本场哦，啊、oh. ，一个警长啊，好不好？有个警长在， oh. 感觉就安心啊。手放开，三二一，走起来！哎，是我爷爷，要找到人了，可能是啦，可能是啦，我是一个最一般的存在。好，小金，我们就规定了，第一天白天你不能票人跟毒人，对，就第一天白天。哦，第一天不能用技能这样，没，白天白天票人，然后也不要就不要白天不要票人啦，对，就白天不要动作，就跑就对了。第二天再，白天不要动作，站在原地。出生点站在那边。哦，有猫咪耶，可爱的猫猫、哦。晚上还有天灯可以看。嗯，晚上还有天灯哦。哎、欸，这地图你可以看看，还可以爬上爬下。我怎么掉下去？哎、欸，迪叔为什么你是狼？啊，我不是。哦，迪叔你，迪叔什么？看我不同了。哎、欸，迪叔是狼。迪叔拿不来。我不是。迪叔坏坏，他感觉就很狼。我是狼，我等一下就那个了。你就怎么了？你就怎么样？他如果是好人的话，他会说：“哎、欸，巧克力为什么不先票波波？”哎、欸，不是，你怎么先说我不是先说波波、啊？你看他是狼哦，你怎么可以这样？迪叔肯定是狼，迪叔小坏坏，被抓到了，小坏坏，我这里有狼，呜、哦，五狼来呀！晚上可以用技能吗？可以，晚上可以，晚上可以随意青菜。哎、欸，你这走要干嘛 ？O to every day。哇，吐好吐满，说好的要唱三人呢？他不会啊，他不是三人组的，他不是哦。完了，缓速游泳会不会缓啊？应该不会吧。缓速游泳好像有哎、欸，好像慢哎、欸，可是过气艺人，
怎么你说是艺人？你很坏，过期的艺人啊！主题曲，你好好讲话。哎，那个我可以讲一下吗？我虽然不是预言家，但是我刚刚看到发发在我面前穿上狼装。哦，哎，宝宝是怨灵，宝宝怨灵，我看到了，太担心了。好，我们可以的。来，繁星是狼人，那要先谁啊？没有没有没有，繁星没有，我扎七，我扎七，我扎七。阿纪，你哎，看到看到，团团团，你这里你他讲落，所以是要先把怨灵弄掉，没有啦，先用发发，预言家还在啊，我想说怨灵交给预言家，预言家对发发，对啊，找发发啦，不要啦，不要啦，那发发不是你就出来嘛。啊，对不对？不要啦，我觉得爸爸是一个人的晚上怎么样？无聊寂寞，寂寞，寂寞。如果你他说一个我一个人的晚上会很开心哎，杰克跟小鸡都被那个哎哎，我先票，波波票那个啦，波波票没票，我是抖 M 啦，我们那个赶快查，赶快查，才没有抖哎，你这个快把它查了，查一个人的晚餐无聊，谁来陪我吃饭呢？你不要又来了，谁啦？我要呕吐 MV 的了，没有，你不够，你不够吐，你没有，你没有，只能闭嘴。你又吐我看到吗？他追我追成这样，迪叔够了，迪叔，我在这，猎人可以帮忙定个定个，你的猎人该不会？不会去了，哦不，打他了，狼人，我们的人鱼，等一下，你怪怪的，你怎么现在才穿？漂亮的美人鱼，我努力的游，白天了，白天了，白天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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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天哪，错了阿贝，我好会游啊我。我真的是条美人鱼，这水这边有两只狼。水中有。比如你看到谁？看到，应该在你前面。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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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没看到发现小雨晚上特别的安静、啊、小雨对耶，是小雨的、啊、没有，小雨真的蛮安静的，好安静哦，小雨好安静哦，我跟你讲，小雨在武力熊旁边，赶快离开那边，快点，要不要先、啊、要先让发发出去吧，咦、嗯、他在哪里，我跟繁星迪叔在这里，我们谁死了就是另一个人了。嗯，迪叔是预言家，我刚刚我看他想要救你，迪叔，你穿装了繁星啊啊！炸气是不穿装要干嘛？你跟我讲啦。对对对，给你嘛。哎，害怕了，我太害怕了。给你，给你，给你，不能丢，他不会，他是纸做。哎，他来了，他来了，有人来了，来了，有人来了，我来了，我唱了很多次，我要呕吐 everyday。哈哈哈！想到我，呕吐 everyday， 这是 everyday。我帮你唱了，我帮你唱，你赶快跑。Every day, every night. My la, 他是杀了、欸啊啊，我的衣服曝光了，他快脱我衣服啊！快脱我衣服，好害羞啊、哦！我看到一个没有帽子的狼在跑、啊，那是谁啊？那个吃了没有？繁星啊，你还跟我吃？欸、我刚才杀错人了，你刚杀错人了。小雨出来了，立马呆，小雨不要再静静的在旁边看了，该出来了。小雨躲哪里？静静的出来，静静的在旁边的看，该出来了。你在哪？有看到他吗？没有，没看到。到底小雨在那个后面河堤后面。哦，你干嘛？不要自己一个人静静在那里啦。看他在最角落，对，最角落。他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你不是就输了？他往他往哪走？往这里没错。哦，迪叔，小雨，我送你两个东西。小雨，哎，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哎，
我也等巧克力耶、欸。为什么？可是我不是丢了你吗？你怎么我完全连恶灵都没看到、欸？不是，我刚刚其实丢下去瞬间，恶灵有玩这游戏哦。恶灵一直在旁边看呢、啊，你没讲话、啊。恶灵要讲话、啊。恶灵，恶灵，你刚刚有在那吗？啊，我消失啊！他在旁边，我丢到他了。恶灵，我有没有想说恶灵应该在远方的那个树上、啊？我一直看他在树上，想说怎么丢过去。恶灵死，他被消失了。我有被波及到一点点，被波及到一点点吗？我刚有没有飘到小雨、啊，看到他自己手上拿毒药，我马上回头，我吓死了。我我会巧克力会死、欸、哎呦，我笑死。你是毒药吸引机耶，你那个危险。打法乱杀，对不起，我想说你不带怪怪的，你太慢穿装备了。我有繁星刚刚已经有自己说他是诈欺师，狼人在那边自刀，我以为在那边自爆。恶灵恶灵沉默成场，就为了最后直接博得眼球。我成功了，想毒小雨，我为什么要查我？为什么要投我？你是被查，你是被那个被文票好吗？没有，我是被查死的啊！你说我小鸡为什么要投你吗？因为我是狼啊！哦是哦，你最后还是被查死的 哦，好爽啊！我是被查死哦，小鸡猎人、哦。我跟白鸡旁边就看到一个隐形在那边跑，在等白天。嗯，是谁呢？对啊。我刚刚还在把头的显示出来，来不及跑了，坐在这里投啦。不是你往我们这边跑啊？会玩的吧，小鸡，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游戏有点不人道啊。为什么？怎么了？怎么了？没有，我就莫名其妙，哎、欸，我变报名了。没有，那是因为你跟在危险人物旁边被票了。但是你第一天那个猎人使用优秀，可以。哦，来喽，再来喽。好 ，Go Go Go！ 我是警长。哦，好哎、欸。刚刚警长是好人，所以警长应该也有可能好。我是龟票位。嗯，龟票位。对对对，那你怀疑？我等下着重会真先看一下那个迪叔的。在开开门门关关，我觉得怪怪、啊。那个驯雄师，开门关门是不是？很驯雄师，好吵哦！上帝昨天说那个有熊叫，所以那个很危险，旁边喵有熊叫，那就把我票了。他资讯跟我们都不一样，他太可疑了。票，你的视野太辽阔。嗯，对，你的视野怪怪的。我只是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他其实刚是想要乱挥波波，你这个坏人。没有，是坏人。这样的人吗？我没有，没做之前都没有。坏人。干嘛？爸爸，你干嘛？三个人，我们要过去。就是爸爸，就是爸爸。哎，我勇气，这是谁啊？哎，这有人来唱歌哎。谁啦？谁啦？那个 OK， 懂你的悲哀。哎呀！我上次来唱过了，主唱张继友，主唱张继友。嗨嗨，嗨嗨嗨！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跳舞，卡布拉西叮当。对面好精彩哦！刚刚那个小鸡要掰了，小鸡要掰了，拜拜拜！巧克力你来死啊！奈何呀？巧克力你怎么死了？我是预言家，巧克力是好人。东飞林白二零，二零怎么掰了？我刚看二零只有一个，二零掰了，干嘛？干嘛？二零回来了，你就来，澳大利丢来，澳大利丢来。不过你每次怎么都那么爱得意忘形啊？我以为那边无敌，然后追着狼，然后就被刀了。我以为我够久，够持久。你不够持久，你不够啊！我是三秒，三秒男人，你一下就没了。而且我刚看戏，怎么对方没死？我死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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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一直有那个吃东西的效果。哦，其实哇，大奇怪，吃什么？那个粒子效果啊。你说刚吃了一口东西吗？就是上一场吃了，然后效果到现在啊，太久了吧，很烫哦。他现在是可以投人的，对不对？你有意啊，你有看到就投、啊。小雨，借我试试看游戏系统。你不要走开，我小彩小彩小雨。
我怎样？小菜爸爸，因为我觉得他怪怪的。我怪怪的，小菜爸爸，出头我才怪怪的吧？哎，杰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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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了。杰克票人，他压秒票啦！杰克干得好，杰克干得好，杰克干得好，干得好，是不是？是不是？是是是是是。哎，死了！有鬼！哎，他自己死了。你的麦克风还没拿起来，就 A 了一下就死了。看你的音响吹了你，可是你的麦克风没拿到就死了。哦，怎么没了？对呀，他明明有那个粒子效果，就还是被刀了。他被卡割了，强制卡。对啊，直接被抢哎。瞬间被卡哥哎、欸，小雨是月灵啦，小雨是月灵，他你干嘛拉我啦？你可以说你是ninja，ninja，你说你被狼追所以你隐身呢、啊？目光一起下，哇，哈。把人家卡哇！我是局长哎、欸，我要来往的，你死定了！哇！太危险了！复习一下上一天杰克压秒票小鸡，复习一下，这边会有两票要、哦。现在他拥有的是两票哦，可以票两次小鸡。哎、我要突然卡了一下，这话重点哦，重点圈起来。圈起来，圈起来哦，学起来哦。啊，那个嘞，老师会考。遗书在哪里啊？我在你下面。啊、你在我下面，怪怪的。遗书在你书上吗？你不能因为他自己死了，你就这样子乱来哦。哪里啊？遗书，他发票，我觉得这样不行哦。我也觉得我不这样不行。遗书，我觉得你这样不行。遗书怪怪的啦。遗书怪怪的啦。遗书怪怪的啦。里面蹦出来了。猫咪。我怎么听到猫咪？五个轮。猫咪。喵。喵。哇！这是谁啊？哇！这直接大刀阔斧啊！是啊，是团团啊啊，就你哦哦，啊不演了是不是？就你们哦，等一下三个，一个炸鸡，怎么这边都不穿衣服，就有一个人不穿衣服啊？对啊，羞羞脸，不够变态，还有一个金枪怎么玩？怎么输？哎，怎么输？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可以拍一张照片吗？就一个人在前面，三个人在后面。对啊，我们三个在后面好不好？三个人在后面拍一张照片。一个人的晚餐，我帮你放个沙发。胖哦，胖妹耶，你还可以，爱心的说，哎呦，啊，我都打，我都全部打错了啦，没事，哎，干嘛？没有吧？这样有趣，这样有趣。我比较有趣的，好不好？我的笑，完了内斗哎，哇，在前面啦！内鬼内鬼内鬼，所以直接逮甲布，笑死啊！什么杰克啊？警长给我，我不能死啦！如果杰克死了，然后警长变小雨就有趣喽。那他能不能审命一下？你票发发，这样就三分之一了，不是吗？好了，你给我，你打我来，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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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发发，你给我过来。乱打。内乱内乱内乱。给我一个晚上。难怪三个人分裂。你知道吗？搞不好没三个人，只加一个人。我跟你讲，不能只加三人了。发发没错啊，他是小雨啊，他又不是发发。对，他是小雨。现在一个杰克对上两个小雨哦。哎，在这里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来来来，吃个鸡。吃个鸡，请吃鸡。咸酥鸡任选15元起。发发请我吃鸡，我先跑了。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两个人目标是要跳到发发，是不是？杰克有两票，太难了。一起行动，我就不会输。走，跟着你一起行动。你还有发功吗？我没了，我用完了。我只有这个。剩四人，每天都会发光的。
哎，我怎么要叹气啊？哎，很难呢、欸。有希望，有希望了。对呀、啊。发光了，发光了，发光了！是不是有人把那个光明箭投出来？嗨啊！你没钱呢，没钱，你知道没钱了，我也没钱，可怜呐！爸爸抱他中了，爸爸抱他中了，死掉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好。爸爸，爸爸投了爸爸一票，不是爸爸投了小雨一票，小雨投了小雨一票，小雨投了小雨一票，没办法，没了，你又投了爸爸两票，没得吃。就发现你的游戏没结束哦，哎，我也是没办法的，我是小丑啦，哈哈，我是小丑啊，我是小丑，我想好像没小丑啊，没办法逃了，太难了，我没办法逃了，怎么死的这么惨啊，哎呀，太难了。你知道第一天有多过分？我跟杰克和爸爸在那个屋檐上，然后看着对面小鸡被追，我还很开心哦，看戏看戏来看戏，然后下一秒我就被他们刀了。看戏看戏来看戏，我想说因为是杰克打我，我想说哦，爸爸你一定看到了，然后爸爸默默也穿上装，旁边都是狼，两个狼揍狼，演的不错的。哎，伯伯，那真的太白痴了！是三秒哎、欸，我以为时间够，刚可以让我刚好升到白天。你每次都一样，你每次都一样。够了、哦，我可以打回去了。我等等，我被缓速，他没有被人鱼上到了。抖 N 抖 S 也想要是不是？哇！哎呦，小鸡，这个抖 N 就是这样，他一定不会是怨灵或者是狼。那他呢，也是第三方阵营，他只要被票出，他就会独赢。哦、okay,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让大家票你，那他呢是没有那个投票的，嗯，对，那好像他没有报名的，他没有办法投票，但是你就可以装你有，然后想办法被票走，你就会独赢，对，好，那抖 S 是这样，抖 S 谁都有可能是抖 S， 那他只是晚上的时候他可以查一个人看他是不是抖 N， 那如果你查到抖 N 的话、就会广播说告诉大家那个人是抖 N， 对如果你会死掉的话，那个抖音也会代替你死，除非你是被票、啊、你被票就不会了，就还是你被票走。哦，来咯，抖音抖 S 也加入。哎、那个 Bobo 是抖音，我抖音 ，Bobo 抖音，怎样怎样怎样？晚上是这个的阵容，不就是传说中的警长是抖音吗？对啊，哎呦，你看我，你就看我，你就看我，我不要你那么爱，我才不要看你呢。我有两根，没有，我有，没有，哦哦，你三秒还两根啊？对呀、啊，哇，对我三秒还两根，听起来怪怪的哦。那是六秒哎、欸，哇哦，没有是可以这样相加的吗？不能吧？没有，我这个、我这个是我这是平方，好不好？哦、是三的三次方九秒，哎、不对，是零四零九秒，九秒其实也没比较长啊。你这样讲你听得下去吗？啊、我不知道，你一下三三得六，现在三三二三得九了。我讲的话，二零都听不下去了啦！啊，每次二零现在已经被你教坏了，他现在完全不听我讲话了。来喽，来喽，晚上喽。嗯，对面屋檐有一个狼，是可以直接爆嘛，对不对？可以爆，都可以爆。哦，巧克力是好人啦。红桃姐姐快一起摇，黑桃妹妹快一起摇，摇到天荒地老。早安，早安。我要哎呦！我是用两张券，但又是你啊！你又遇到 bug 了。宝宝，宝宝没了。狼，彪彪是狼啊！我哪是啊？我哪是心脏狼人哦？你在我面前变身，我在你后面唱歌，不要怕。你要活下去，怎么那么努力？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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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屁啦，两边。啦啦啦！我死了，再见了，再见了各位，再见了世界。有有有，可能有帮你丢到了。双塔啦啦啦啦！我投错了你。耶！我们有后面这两个，后面这两个。不要两个是谁？出来，快点！汉红在游泳，汉红在游泳。有个在游泳。他在河堤边，河堤边，河堤边，河堤边。
包包是包包，包包，那是包包啦，不是，不可能是巧克力，不可能是巧克力。哎，小鸡一票，包包啦，包包确定，他在我前面包包，然后我投是包包杰克，他歪。还有另一个，真的敌数都死了，你要来完整一下。行了，你这样才能要完整一下。对，我们还没正式出道。杰克是什么？对啊，我是最普通的村民。可是刚你路过波波没有打他，我打他，有还有打，还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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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哎，你们怪怪的，不要脏啊，不要脏啊，没事好做啊。不要，你是想叫我玩黑色沙漠？我已经宰了，不要这样。玩什么？只有一点东西。出门了，波波班。没有，迪叔来玩，是迪叔，波波来完整一下嘛。哦，好了，哎呦，哎，波波，迪叔哈基。我们三姐妹，不是，没有没有没有，三姐妹耶！我没有没有，不是我不是我，有有有，哦哟，哦原来杰克是那个哦，谁？哦，谁干的？哦，居然可以验到啊！哦，太神啦！我们再一个就可以组成 TWS 了 ，TWS，TWS， 只有今天限定。今天限定，今天限定，有一个人在下面跑得很孤单哦，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极限救团？那应该是我，因为我上不去。哦，我的楼下有鬼。那小鸡就是狼了。对啊，不是啊。哎，刚刚有一个说村民的是谁啊？杰克啊，他是怨灵啊。杰克啊，他是怨灵。我旁边有鬼。我上来，我上来了。不管了，票他，票他。警长哎！哇，发发票这个小鸡，小鸡为什么票我？这个树上的人票我，这个坏人，看一下是谁？我啦，我啦，是我啦，是我啦，啊，是我啦，是我啦，小雨啊，小雨，是我啦，是我啦，小雨不是，你们票吗？是在七，不是，不是，不是，小雨不是。不管刚刚谁票我，满心说是他，那是我啦，是我啦，满心啊。繁星是我啦，是我啦，是小雨吧？小雨不是，小雨不是。这张有票啊？他有掏出来，我看到。哎，我吓到，他居然有一根。那是谁啊？是发发吗？不是，我警长哎。对啊，我说不是啊。好了，反正我的任务也做完了，我可以去。你呢？二零，我上一下。那就二零啊，你们记得弄二零。二零过来一下，二零过来一下。你过来干嘛？拜拜！二零过来一下，哎，没人打，我团走了，一脸变太阳。哇！一脸变太阳。你什么？你是什么？二零？我忍者，我忍者。我刚刚是不是？看到巧克力穿中了，红桃姐姐快起哟，快点快点摇起来，黑桃妹妹快起哟，边跑，为什么老师你都可以当到人鱼啊？天荒地老做一个好累，快死，那就剩繁星啦。我啊，我刚就是一直说是我啊，我有说啊，我只是说就只剩你，我只是好奇，不是说不能那种跑酷点吗？树上还好吧？哎，可是是吗？那个有点三格跳哎。你小雨，我怎样？我想说，连小鸡第一天都爬树了。我没有，我在电线杆上面。我来了，我来了。嗯嗯嗯，烦死！认命吧。他刚在桥附近，右边的桥。这里附近，还是你觉得我唱红桃姐姐很好？闻一下，闻一下，桃姐姐，你闻一下，你闻一下，你闻一下。哎，你什么意思？我要两票都票你。我是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有两票，你为什么要票我？你们干嘛？等一下，你有小鸡乱票，小鸡乱票，想试验系统功能而已，白痴。至少他可以票你，就代表他不是抖 M， 所以你可以票他。你居然找一个警长单挑？对啊，你找警长啊！我的天，我觉得跟上一场人相反啊。现在爸爸可是很凶悍的哦。爸爸，你还不赶快跑，还在那边大马路？我可以跳，我可以唱歌啊。他想唱歌。
我可以唱触电，下一首触电，预备。便利商店，小心啊，各位。点歌点起来，点歌，他已经点歌了。还是你们要点什么歌？你唱那个三姐妹的那个快来快来，主人闭嘴啊！快来快来，快来呀！这个不会唱啦。还是唱一首快来快来约我就。啊，快来快来约我，快来快来。没了没了，不能唱了，不能唱了。我跑那么远啊，婉欣很可怜。哎，可是他缓没有缓，你已经没缓了。有啊，哇，他超早就没缓了，可是我还在缓呢。对啊，有改过吗？唱没多久就没缓嘞，好奇怪。人鱼现在是这样那么强吗？人鱼现在有太强了吧？人鱼现在是不是这么强？太强了吧？对啊，是不是该nerf一下？还是我玩坏了？玩坏？因为之前会缓到天亮哎。对呀，我看你也没有被，也没被缓的感觉。我吗？我超缓的哎、欸。有啊有啊，狼人被我追错人了，整个晚上。你追错人了吧？我刚连过河都还没过河哎、欸。干嘛呢？哇！好厉害！满满啦！哎，哈基是抖 M 哎、欸。哈基是抖 M 哦。前一天是看你啊，那我刚刚是追着繁星走啊，我在繁星的上面。然后最后隐形跟在他后面，我感觉你还蛮快的啊，繁星那天晚没有哎、欸，真的，我连续两天被他唱到了跑不起啊！呀，哦，超慢，哇，哎呀，那个极限救团团真的太强大了，真的哎、欸，差一点我就爆了，我还想说哇，你游到对面好像不太行，然后赶快过去丢。丢完，然后你马上被打一下哦，好险，好险，还好还好，你要救援，我不小心把底数给高了，哇，好姐妹，相思相杀，完蛋，假的假的，婉欣你也加入他们了吗？没有，他们相爱相杀，我不理他们的。No， 天哪，那接下来不得了啦。道具拔出来了，好不好？拔出来了，小鸡，这个模式呢，就是场上会有很多的地方，会有像这样的一个文字，这边写游戏大厅嘛，他到时候会写说，哎，道具可领取还是不可领取？啊，你只要经过，你就会获得道具。那道具呢，有什么功能？就是如果你可以合出中介水晶的话，狼人就会直接都GG。嗯，哦。那请问老师怎么合中间水晶？那还会有一些像是击退棒棒，还有 2% 才会出来的圣剑，圣剑就是可以直接砍死人，人跟狼都可以砍，都可以砍，你想砍谁就砍谁，但你要像我一样有办法拿出来啊。嗯，好，可以可以可以，我们是一定可以掏出来了，好不好？好好好好好，那就来这个咯。好，好。那我们就再来水晶风暴的这个啊！哇哇哇哇！这个哦，要跑了，要雪嘛？雪屋，雪屋，雪的，雪的，雪的，泡个汤，下雪起来了，泡汤，泡汤，你就可以试试睡着。约我快乐哦！我是唱歌哎啊！哦、可以也可以，也是有那个导 N 导 S 哦。我每次我想上的主题曲都没有唱到。我要来唱七彩歌。我这里怎么都没有东西收？对啊，哎、欸，都红的、欸。红的谁收了？谁收的？快哦！有人现在有拿到吗？有拿到是吗？我就一罐防狼喷。哎、欸，我有 UR 棒棒。啊，我有普通棒棒。我有 UR 棒。为什么你有 UR 棒？我觉得它怪怪的。小金，你不要随时拿着报名连，你等一下一挥就挥到，一挥不能掉，哦、危险、哦！不要怕嘛，我不会随便乱挥的。不好说，刚已经随便乱挥了，你随便乱挥发了。你就曾经找警长乱挥，莫名其妙。我有眼泪了。你要是真的不能跳到那个竹子上哦。啊，是吗？树可以，竹子不行啊。啊，跑酷的不行啊！换太 OP 了。哎、欸，紧张抖 A 嘛，紧张抖 A， 对，紧张抖 A 嘛。二乘以零还是零啊？呜呜，七彩的微风，为什么？那我要好，那我还要帮你们吗？好了，还是帮一下好了。二零是狼人呐、啊，嘿。哎呦，马上抓、啊！什么？我哎、欸，为什么会被那个？你是预言家，你有预言家？不不不是 ，OK。哇，好缓哦。
不是啊，他是他是人鱼啊。发是大姐，发发大姐，发发大姐，什么大姐？发发跟宝宝不是，女巫大姐啊。哦，他们上面打得很嗨哦，很嗨啊。人鱼也会自己缓哦。对啊，我刚不是有讲。就你也会缓、哦、但是重点是你会有15秒的无敌啊，而且你可以缓住那个狼。嗯，会有一个眼泪跟蛤蜊。蛤蜊。就让我看看你是谁。哎、欸、我要下去了，我要下去了，我要下去了，我要下去了。哎、欸、我看看。快来快来约我，快来。刚不是已经说了吗？对，我刚刚在哪里？巧克力也是狼啊，他刚刚想砍我，坏人。巧克力呢？哎，我帮你一票迪叔，你还说说什么啊？什么？我没有票，我只在旁边看你们。你在哪里？你干嘛？我走哎，你在哪里？他在冰块那里，冰块那里，迪叔怪怪的，他要跑到关东煮了啦。巧克力比较怪，然后雪屋、雪人、雪屋那边，迪叔是迪叔啊，棒啊！巧克力啦，巧克力啊，先抵，哎，我先打，不是他，其实我刚刚说的。哦，你那你怎么没喊？他迪叔才是狼啊！刚刚团的后面就是追的是迪叔，我在后面啊。那迪叔一张票啊，迪叔一张票没差了，迪叔我票的，对啊对啊，迪叔一张票，那没事那没事。可是巧克力怎么不见了？又啊棒！用掉会消失是不是？用掉会没有，我只是跑得快。嗨，巧克力，好啦，巧克力不是狼啊，所以刚刚真的是那个谁哦？哎，我看真的是迪叔哦，所以叔子，坏子，干嘛？我不是狼，小鸡也是好人啊，那时候我有看到。叔子，波波死！哦不，那个因为你们自己抓了，那个是小雨，是小雨的头，小雨的头，是小雨的头，我的头，你的头会飘哦，你有没有自己啊？是小雨的头，什么我的头？就是小雨是怨灵的意思。哈哈哈哈哈！我好哦，阿妈，另外两个就不晓得了，就是杰克，感觉是杰克哎，杰克跟啊，我是狼啊。还有那个20，杰克跟20，我想做坏事。做坏事啊，快点！做坏事，做坏事！我想要看这个场面更混乱一点。虽然我是鬼了，我已经是鬼了。我想看到血流成河啊！阿纪，你是警长吗？阿纪。哦，嗨，大家好。坏事，快点！坏事。哇，被毒死了！哇，哎，发发，你真是很准哎！我的天哪，不懂啊！下面一位，这张地图是啊，小野，是这张地图是只有防狼喷雾，是不是？我不是防狼喷雾你了，你要防狼喷雾吗？二三，我用掉了，好晕啊，好晕啊！哎，小野是怨灵啊！小野在哪里？他在马路上角落，很远，马路上角落，完了，我会输他。你是说运气的不是运气吧？运气，我最近是运气爆棚哦，他昨天运气爆棚哦。有没有？他今天没运了。有没有黑色沙漠啊？运气爆棚，运气爆棚，怎么跟他比？太扯了，这运太开心，夸张，太夸张了吧？完蛋，小雨这个礼拜都是好运，能不能去买大乐透啊？想哦，可以让我中奖吗？我现在好糗哦！快跑，快跑！那你要信我们的发发彩券女神，都买二发。嗨！啊，彩券女神让我那个中奖。嗨嗨嗨嗨嗨嗨！然后一个定身。嗨嗨嗨！嗨嗨嗨！哎，完了，为什么我这边会破图？不太妙。破图，你材质包换一下，是 1.16 的，你可能用到 1.15 了。好的，我等一下再把它拿掉。昨天可以站在中间啊，然后换材质包。你说昨天可能？昨天材质包没拿掉，地板都变怪怪的。白天喽，剩下五个轮。五轮，白天喽。天喽。哦。是谁啊？我想想。别那么安静啊！20是不是你？20，哦哟，很亮哦，哦，
加五宝剑。那个矿洞，矿洞，矿洞，蜜蜂在矿洞，快点！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我听我听我听。哎、欸，你那把要不要留下来？你那把要不要留下来？你那把保命的吧？我要偷到你那把保命的啦！你不赢了，真的啦，信我信我！你搞错啦！哪里呀？破土的，破土的跑了，大姐跑了，大姐跑了。没事没事，你等一下那个，找路都砍，大姐。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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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你小心，大姐。啊，我小心。你小心。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这繁星是狼是不是？我忍者啦。你是忍者，那小雨是不是？那怨你是哎、欸，那就你呀、啊欸。我找不到路都可以炸那么多次呢。剩下四个人。辛苦了，你真是小雨哦、喔欸。小雨三。哎呀！小雨三是怨你嘛、啊哦？我跟你讲，对。我刚才在帮狼人，你知道吗？小雨在追了，给狼人杀。刚刚是谁说小雨头是怨灵、啊？没有吗、啊？我有听到小雨是怨灵啊，看出小雨的头啊，我想说那应该就是小雨是怨灵。杰克呢？怨灵一直都是我。杰克是灵啦，我看错了。我刚刚一直推波波去让狼那个狼头，我快气死了。杰克是因为被毒死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对，重点是你的狼伙伴，你一定会。看到 ID 呀、啊欸？啊？你一直对话框一定有你们的伙伴 ID 啊？你砍二零是什么心态？我还想到大祭司吧？这是大祭司？你说他是怨灵吗？就我以为，哎、欸，我要怨灵，我就不在场上了。怨灵，怨灵早就不在场上了。怨灵真的变鬼了。最后一秒。小雨换间秒票二零，我想说啊，我一直以为还有怨灵在场上，然后是他哎、欸，哦，原来不是，白狼出来了，一句话整个误导整场，我们以为小雨是怨灵，小雨以为二零才是怨灵，就真的怨灵死了，一个一个抓过来，早就挂了。哎、欸，我跟你讲，我也是变成鬼之后才发现，哇！这个方法又拿到圣剑了，太扯了！刚刚我原本要砍小雨，然后哎、欸，我要砍小雨，然后砍到我了，你最后砍了，你还一开始想砍你，然后一直想卡住，然后他想要换那个毒，他想要担心阻止我，然后我又说哦，好好，不要不要不要，那我想用毒就被毒到。我想说晚上还有狼啊，你不保命吗？哇！他是要看你表现。哦，天哪！就歪打正着，哎，好奇怪哦，发生什么事了？太强了，就是不要在旁边看戏。三二一 ，Go Go Go！ 这样就是那个狼人对话框都要好好看，自己的伙伴看出来。完了，我怎么我觉得我永远都记不住，是不是又是那个？你可以一直重复看嘛，对吧？他就会洗到很上面呢、啊。哦，我有神器了，你们不要跟我靠过来。哇，新手运呢、啊？砍他，揍他，交出来，不然我们票你。交出来，出来，别人可以用吗？原来是这样子威胁的。交出来，你想拥有射箭吗？你可以试试。哈，射箭什么的，轻轻松松啊。爸爸，这给你。什么？干嘛？干嘛？太久没接回顾了吧？我给他提示，提示你听我说。我刚刚什么？哦，那个波波是狼，因为他追着我跑。我只是跟着你。我非常不舒服，他肯定是狼，他一直追着我。OK, okay. 我闻着臭味，然后进来，然后找到你。臭味。我不往他，我等一下再一定要他。现在还是100%哎、欸，都绑一起是不是啊？宝、欸、宝不是狼哎、欸，好、哦，那等一下警长关掉，让警长关掉还是他可能是看地图啊？哦，你说这张图就会这样吗？哎、哦欸，也是有机会哎、欸，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有分开过。我们刚刚那张就没事，这张就有事。嗯，宝、哦、宝不是狼啊，我查他了，没中奖对不对？没错，有没有听到啊？宝宝不是狼哦、啊，对，怎么会？我也可以刀他，没关系。不要不要不要冷静，狼冷静，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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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冷静，不要冷静，好，不要冷静，不要冷静。那我们要热烈一点，我们要炒热烈一点。热烈的欢迎你啊，彪彪。肯定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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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有这个自然有什么问题？这个机会来看见大家，真是太棒了！哎、欸，我掉下来了。你看，这里是哪里？冰上面是真的，树上，哎、欸，好像还不错。爸爸跟哈基是不是狼啊？巴哈，两、个，两个在房间里面，我是猎人啊，狼、啊、狼，哎、啊，够、欸、了，够、啊、了，够了，够、啊、了。哎、欸，在这间，在这间里面，这间里面，这间里面，来来来，可是狼可以，狼可以杀普通拉普通人吗？可是他可以拉自己狼啊，他可以拉狼，拉狼啊。可是我不是狼啊，哈基是啦，他的。哎、欸，消去后面，消去后面。那你不要啦。谁是狼？谁是狼？冰上，冰上，冰上，爸爸，爸爸，小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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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发两票，发两票。哎，哎。啊！我杀了你！阿里，阿里，屠刀阿里，你为什么？是什么？你今天是主要吸引体质。这个女巫是暴民女巫，暴民女巫啊！小鸡，小鸡，哦，你被圣剑砍死了！哈哈，什么意思？怎么一次死那么多人？什么意思？不行，不要这样！死了四个，为什么小鸡会死？不好意思，迪叔，好，这边是怎么回事、啊？我使命达成了，我死了。迪叔，原来你是个臭怨灵。哎、欸，那现在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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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团是什么？包宝，包宝是狼啊！我是诈欺师啦！我是诈欺师。有来有来，有记得。你冷静。哦，所以你是你是不是狼？你是不是狼？你的所以我刚刚丢了四罐防狼喷雾是波波、啊欸，我在你面前全裸哎、欸，你在那边那该丢了，那的确该丢了，我也觉得该丢了，撤了，丢了丢了丢了，全裸是该丢了，在你面前全裸哎、欸，你哪个其实看起来很不妙哎、欸，请问我们的波先生，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玻璃啊？我有一个玻璃，他最会。哦，那我觉得你可以通通拿过来一下啦。好，你在哪？你在哪？喂、啊，我在刚，我在刚，刚刚你的那棵树上。我跟你讲，你要对包我干嘛？你要刚刚包我？我要拿东西。他会太开心，不行这样。什么太开心？他们有鬼啦！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圣剑啊！我没了。哦，这是巧哈哦。是巧哈吗？嗨，哈哈，还在屋顶哦、喔！哎呀，好厉害哦、喔！你怎么去的？没有啊，可以啊，旁边一下下就上来了，真的。我不会，你下来。我不要，你要打我！我没有办法票了，我刚刚票波波了。你刚刚是喷圣剑。哦哟，这要怎么办？嗯嗯。你的职业啊、哦、你的职业这么强大、啊、职业很烂、哎哎、对你是抖哎、欸、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两个人能开心的自说三个人可以会呼唤死人也会一用情，你知道他是死灵法师吗？可以安慰第二层，那你是要再来一句异口同声的说，如果有你感染伤心的幽默，因为有你啦，因为有你缓了，我好缓哦，会不会很缓哦？我跟你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刚刚是三倍的声音，三倍的，为什么人鱼攻击力这么强啊？对啊，哎呦，我要死了啦！树这边可以顶头，哎呦，巧克力好找到我，太快了吧！哎呦，我想演，一看就被爸爸抓走了，掏出被爸爸抓到了，被我看到了，一看就闪过去就尴尬了。你是不是因为有没有被看到？那我想说，哎呦，猎人这个职业不好惹，赶快偷偷圣剑，赶快弄掉。你不会两把圣剑砍掉吧？想说要那个、欸，要当猎人，圣剑在上，太夸张了。你好扯哦，你是转运了哎、欸。没有，因为我输给小雨之后，运气就来了。还有旁边变狼，过运。还看到小雨，我就躲在他后面。然后二零又被刀死了，二零又被毒死，跑不掉。二零好惨。
迪叔瞬间就被蒸发了，超度了。哎呀，那赌就是等于抖 M 嘛。那个啊，没有警长了，好不好？那抖 M 可以好好隐蔽了。哦，这样抖 M 应该就不好找喽。来，三二一，走起来！啊！干嘛当到人鱼了？怎么了？你们职业怪怪的哦。我的职业很无聊。正常的职业才不会。好无聊。大家都笑果仔哦。一定是抖 M 狼人。那快来打我！快来打我！不要狼人，不要打我。你看他现在很想要被打，他抖 M。我抖 M 吗？我会抖 M。我等一下会去打你啊！我好晕哦，好晕哦，好晕哦！晶晶的，你要什么东西？你不会找到，你直接找到就太夸张了。可以让他们缓速啊！你说在干嘛、啊？那只对狼有效果？没有，都有。所以你是狼、哦？你刚有吃到你是狼吗？你不要这样嘛、啊！我啊，抓到一只了，抓到一只了！对呀，第二只了，抓到一只了，抓到一只了，第一天抓到一只了。我大宝小雨，他抓出干嘛啦？每次第一次，大宝小雨，哇！大宝，冤家你在哪？哦，咋哇鲁多？不 Q 不 Q， 哎呦！我去找出预言家，你要在他身上压重量吗？没错，爸爸爸爸爸爸上来，老地方预言家，哦，图我的就是你，我在你的更上面，在哪里？哦哦，这里就是，对对，啊，你可以路过捡个东西过来，不要再催我了，你那光芒感觉就是那个预言家的光哎。就是那道光，就是那道光，一起唱。如此美妙啊！指引我们。那道光，就是那道光，如此美妙。大家都很老哎。像场上没有情报啊，预言家可以跳出来端正视听啊。预言家。龙哥，巧克力是怨灵。你干嘛？谢谢谢谢，我操！被逼进去了。杰克，你是什么？预言家，我是猎人。你位置安全，安全。啊，二零呢？二零是我拉过来的好人。对对对，他是什么？他是什么好人？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的？你是什么职业？我是好人就对了啊。没有，你什么职业啊？啊，我想，你想一下，反团啦！你们两个怪怪的啊？没有，我不想讲。我怎样？反团怪怪的，我觉得你怎么我怪怪的？你可以叫迪叔，你可以看迪叔。不是我，你怎样啊？你飘我，不是吗？他有想要飘我？你抖音吗？不是，不是，真的我不是。他不是啊，我要死了啊！在哪里？啊！哪挖路洞？你看我会动，我可以动，我可以动。等一下，为什么爸你不会动？哈哈哈哈哈！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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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在哪里？我差点变到你的一个，我在安全里。不要上来，快打靶！你在发靶，你为什么要被他丢到水？有内鬼！我差点变到你了。你是想报仇？谢谢杰克，我才被骗到了，谢谢。你全身而退了吗？可恶！我被发现不能动了，你知道我还很努力装镇定吗？105度的蒸馏水，你唱错了啦！你唱错了啦！你忘记唱 Super Idol 的笑容 ，Super Idol 没有105度的水。你对什么？你对什么？你不怕哦？他干嘛跑？迪叔怪怪的。预言家，他预言家，他擦巧克力啊！预言家，你们说他怪什么？我觉得他不是，我觉得他不是。翻新好人，翻新好人，我拉的，我忍者，我看到爸爸了。我记得我刚刚超度，我还是忍者。
嗯，哎、欸，那个，小鸡也是哦，两狼出来喽，小鸡跟爸爸、哦，快点来。小鸡第一天不就出来？来河边，河边，快点，你们选一个。哪是哪？小鸡找不到啊！票小鸡啦！有票小鸡啦！不要小鸡啦！哎呦，我难得当到狼。那你，玩够了，不行，20。哇！啊 ！Super Idol 的笑容，然后嘞，天，八月三五的阳光，都没你耀眼。人鱼很多，105度的笑容会感染。105度的笑容，你为什么都唱错了？105度的你。青春真正的青春就蒸馏水。我的天！救救我！我想再多唱一首歌。为什么缓？它不会结束啊？会缓到白天啊，白色的白天。缓到白天啊！我那边想钻，都想钻通。被缓住，你怎么钻呢？哦 ，Super Idol 的笑容。没有，你死了，你就等闭嘴。我要托梦，发，我托梦给你，你等一下唱这首。可是我还不能当人鱼啊。你随便唱，哦、你以为你假装人鱼下狼？先唱下他。对，剩下七个人。有二零是坏人吗？为什么？我刚会拉他、欸我如果我是坏人，你还拉得到我、啊？要是我被拉。你是狼人就可以拉啦。哦、oh, ，狼人，哎，杰克狼王啦，狼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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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啊！前面，迪叔，前面，爸爸，不要，来了，我来了，猪啊，猪前面迪叔还可以转头，太猛了，真的哎，真的、啊，我劈狗了，我要，你，哎，不要，他好狠，爸爸，你好狠。好有趣哦！我的天哪、啊！哎呦喂啊！马上被打脸！打我！干嘛？输啊！你去抄我的！谁抄我的？输啊！你去票他嘛！你去票他！你用圣剑圣那个抖 S 死的，不晓得会不会是你哦？好了，会是你啊，会是哦，瞬间打脸，你可以试试看呢、啊。哈基或小鸡了吧？是小鸡，不要了，我保护你，我就不会死。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啊，小雨是什么？我是扎西斯。我是鬼。我刚才丢那个，我刚才丢那个啦。那小鸡要打死了，剩下五个人。小鸡用票的，小鸡用票的，小鸡真的不是，就是你啊，旁边就是二零跟你，那就是你。你说你去砍杰克，脂肪狼要。你说你砍一个，你砍一个，你砍一个，你砍杰克，你砍杰克，你砍杰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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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杰克。知道了。Gary 耶，为什么？杰克，你是抖 S 吗？我不是啊，而且是抖 S 啊，我也是小鸡吧？哦，是小雨哦，好强哦！抖 S 还不承认，我想说，看他们两个厮杀，蛮有趣的。那你是狼吗？在吗？是不是在其实？没事啊，没事。杰克这场很乱的、欸，没有，哪很乱？他没很乱，他没很乱。你没有，你拉了20来，你还哦？不是，因为20刚刚不是有直接杀了人吗？我想说他杀了人，杰看到小鸡也第一天就被抓出来了。那我以为那个名字就真的只防狼啊。而且我就想说奇怪这么多天啊那个预言家怎么都不在报茶宴呢
臭抖哎、欸，就想要毒瘾看看，输不起。我刚才就想说，为什么你不票发发，我就觉得怪怪的，你还不直接往后退？那我觉得你先被杰克抓，我票了会死掉、哦。底数那时候方法其实想要票你啊，你其实可以往前，你直接吸票就好了。对啊，吸票啊，他很想，他已经掏出他的棒棒。对啊，我还想说你是怕被他票，然后所以就退走。哦，太难玩了这游戏。难怪他都只拿那个圣剑。我就一直掏着那一把。保护色。保护色。可是我投他会死掉耶。接下来换一张，换一张。哎呀，哦，然后又特殊的喽。也是特殊的，有一点大，但是蛮酷的。我们会追个你死我活、哎，我们需要材质包吗？要材质包？不用不用，不是哦，不用，不是那个哦，不是那个，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因应这个时间点啊，6月22，七月十二，最近啊，最近12月5号，端午节，端午节，愚人节啊，圣诞节了，圣诞节，万圣节，新年快乐！我差点把一个人的名字叫出来，清明节吧。暑假，暑假哦，恐怖恐怖！那他们应该已经开始放了吧？欸、哇，原味生存啊，怎么什么东西？原味生存，骑马，快快快！怎么什么东西？耶！哎，黑沙，黑沙，黑沙！他是不是1.17？你要1.16开就会这样版本吗？哎、欸，我没有不知道吗？奇怪了，我要去打马。吃马肉，练熟练度啊！吃马肉，他要死了啦！有人生存，那个挖木头了，有人在挖木头了。以前挖木头，先挖木头，我重新复制，我重新复制。是 UHC，大是会复活的 UHC 了。我会，我打小雨会掉金头颅，真的吗？胳膊会掉，胳膊会掉，他快死了。我刚暴击他超多下，他快死了。那我去做一把木斧。来，打 boss， 打 boss！ 来，圣剑发了，有了，衣服有了，哇，有衣服，打 boss， 阿包包，打 boss， 阿包包，哈哈哈哈哈哈，有 boss 哎，打包包，就是UHC 吧 ，boss 飞起来了，打不到啦，打不。怎么有人在打我？等一下，冷气，你是 boss 啊 ？BOS 啊！有攻了，没有剑士啊？没剑没剑，有了剑士，有了，打起来！打 boss 的我了，不要再射我了！打 boss！ 你可以给我一把斧头吗 ？boss 重开一下。等一下，有人在打我，我多一点血，我帮帮你。刚不是说要打波波吗？对吧、啊？波死啊！没有，都连续打波波，就要打很多次，就要加 S 嘛，对不对？波波死啊！波死！波死！你们可以继续打 boss， 还在复制地图，已经跳掉了，掉了，哎，进来了，有了，又开了，去继续打 boss。哎、啊，可以，继续，去打 boss， 打 boss， 哇，杰克是 speed run 冠军了，打 boss， 波波打 kill 之力，哦，波波怎么可以这样？波波怎么可以这样？有。小野笑太爽了吧！啊，这个会毁地图哎、欸，这个绝对会毁的。他在 breaking 呢、欸，他在干嘛啦？头转。哈哈，死了！哎，不要打我，不要打！给你吃的。你要给我吃的好，你给我吃的。打波波，你的装。我被飞走了，我把他们声音关掉好了，吵死了。是哪一个啊？啊，飞走了，一对生物吗？他飞走了哎、欸，再一只龙变了，那个龙王海的那个方向飞过去。对啊，海龙王彼得，海龙王，有了，这样子，小雨今天好开心哦、喔。只要你懂海，海就会帮助你。
只要放出来，海就会帮助你。浪漫，你只要懂海懂，就会知道你要什么。浪漫 ，Duke， 给克，为什么？第二次原位设定，我不知道。可是我的设定没吗？那、啊、重新设定吗？重新设定，指令包是哪里？哇哇哇！原位生太大了吧？原位生存 2.0 是什么？六月新娘吗？有人要结婚了。啊，这里怎么有礼堂？哇！我手里有贩卖机耶！取得学士帽，学士帽，没错，现场毕业典礼，毕业典礼耶！我觉得应该有材质包吧。都有材质包吧？有材质包可以那个。那材质包的话，就是你可以穿上学士服啦。我觉得还好、欸哦。我也要学士服，我还没领就被拿出来。还、啊、好的话就是这样子啦。取得材质包，我要去大家戴上学士帽。对啊，其实也是可以摘，就可以戴的那个学士帽。我想摘，我要摘一下，摘一下哦，等一下，点一下，点一下就有，点一下就会叫你摘包，摘一下，摘一下。请问他的哦，他是皮鬼，可惜了，我以为他是钻石装，等下狼人就直接穿着学士服这个打开掌声，那太厉害喽！毕业典礼，然后我们要杀对方，好可怕哦！毕业了，因为我们帮别人从人生毕业啦。对啊，是人生毕业，我的天哪，人生毕业，所以我们是大逃杀的概念吗？哦，毕业典礼材质包，学士帽好大哦！台湾的梦想蜘蛛工作室制作的地图哦，梦想蜘蛛，梦想蜘蛛，梦想蜘蛛，他们做很多那个、啊、生存的地图，帝都，我觉得学士帽可以杀人呢、欸，你们怎么想？就后面的是国父、哦。啊！哦，有哎、欸，没有改，原本的话而已。啊，有哎、欸，好，我们看到。哦，学士帽，来这边按，来这边点，来这边点，来我这边点会有那个领取材质。哎，是哦。哎，有啊，我有啊，看到。这还蛮下面的，嗯，还有写说那个毕业典礼的那个红色斧头。毕业证书、哦、哪里？学士帽。啊，哦，没有。他、啊、没有，啊，你们哦有毕业证书哎、欸，你们手上没有那本书哎、欸，哦有啊，那个领带毕业证书，哎、欸，可是我领带没有，合格，我的裤子有带，没有是因为你的衣服跟他同颜色，哎呦有带上去有哦领带、啊，是，我看不到路，我在哪里？我是谁？我看不到路，啊、你被遮起来了啦，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看不到路，欢迎大家参加这个哈、啊、报名狼人杀毕业典礼，毕业典礼，人生毕业，巧克力是十几年前就毕业了、啊，哎呀，这个十几年前那是我妈、啊，我应届毕业生哎、欸，拜托，我是应届毕业生哎、欸啊啊，那一定是那种大学要读八年才会完成那一种的，你吧，八年，我的 skin。那这一个地图它比较大啦，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规定一下，第一场可能就先只能走一二楼。好，对，那你所有可以往外出去的都禁止，好吗？好，往外的意思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天空，就算外面这样子。往内往外。对啊，一二楼可以爬到二楼，但三楼不要啊、嗯。好的。可以再看看，我设定角色，杰克过来一下。可以领带可以染色，可以去旁边染色。哦，你打我看看，你打我看看。哦，可以那个。对。那我要用粉红色。可以破坏场景。它可以破坏场景哪里啊？等一下，这么选是不行的。哦，我说两格高的话，不是会不好看吗？哎，它是这样子的。对啊，那等一下不会在这里，在外面。哦，它就是学校的概念。哦，粉红色。线上毕业了啊！可爱，可以染色哦，可以，你可以染色，直接染它就好了。哦，我好像把蓝料都拿走了，等一下，等一下这毕业典礼的场景，你拿着在我手上，好全拿是干嘛？他缺好 VIP 席耶，我的天哪，可能给校长吧，或管乐团，你懂那张地图吧？我的帽子，你可以自入工商。怎么了？哦，帕纳达吗？就dang，给你戴两顶帽子，你看起来会很聪明。地图设定，到手可以拿两顶帽子。我这样，
我这样子好像我留胡子哦。团团来，完了，留胡子，出不去了，团团。哦，你是 Gandalf， 我是 Gandalf， 不要那么说那 pass， 你不是 Gandalf， 你不是啊，你出不来了，哎、欸，真是出不来了啊，对，這個、不能进来，因为我们要自相残杀的嘛，啊，对，那阿哥下去等一下，相亲相杀喽，出来了，出来了，哎、欸，你把骑士帽摆出来了、欸，哎、欸，好大哦、喔欸，真的好大、喔，在这么挤的地方，方块有够大的。哎、欸，他是雕刻过的南瓜，他、是在外面，好不好？哦，好，那配置就一样，各个都有，但是呢，抖 S 抖 M 没有、但是因为我们要毕业了嘛，我们这个应届毕业生全部都是蠢蛋。哦哦，蠢蛋毕业生，蠢蛋毕业生，蠢蛋毕业生，难怪我们到现在才可以毕业、啊。啊，那个小鸡蠢蛋就是这样。等一下，你的职业都有 25% 的机会是蠢。那蠢的话，就是你的技能基本上是相反的。比方说你是猎人，定身就变没办法定；拉好人就变拉狼人；预言家查所有人都会是坏人。啊，无敌变得缓速。对，所以你只要用一下技能，发现它跟原本的不同，就知道你是蠢蛋。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才会知道。哦、oh, okay, ，了解。对你，他等一下都不会告诉你你是不是蠢蛋，你只能用技能的方式才会知道。我们的游戏大厅，所以村民是最聪明的嘛？村民对，就是没有村民本来就是这样了。一般人，普通人，那就来咯好，祝大家毕业快乐！毕业快乐！学士帽没了，帽没了，学士帽，我去领学士帽。去哪？那边那边禁止走，那边太大了。这路口有哦，在外面可以，在外面可以，路口有，路口有，外面有，外面有，哇，外面有，这么聪明的人，哎，我谁帽帽？哦，有，哦，他自动帮我穿了啊、哦，我们这样应该是冒险模式吧？对，只是那个晚上隐形的时候，帽子有点危险哦。对，你要领多少个啦？明显哦，乱丢衣服。我外面草皮区是不能去的嘛，对吧？这个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天空，头上是玻璃还可以，哇，看到天空就不是外面。要看得到玻璃就可以了。只能一楼，三楼不要。直言路在乱丢。哎、欸，等一下，我们隐形会露出我们的衣服啊！我刚刚就说这个。然后它有很多教室可以去啊，可是出入口就只有一个，所以也很危险。我看到领带在飞。我看到头在飞啊！这是小雨，每个人都在那边带啊。嗨，二零，嗨，你好，哎，这是送你。Hello， 哇，凶，我也好多。可以逛一下，逛一下。哦，哇，杰克是真的。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耀眼，哇啦啦就这首歌的阳光都没你耀眼，耀眼热爱105度的你，哇你被截图哎，真真流水，什么叫真流水？真流水，流口水，好恶心，好恶心，我是蠢的。你蠢的，哎、欸，等下已经死三个人了，好快！你家四个了，哎、欸，哇，会不会巧克力手起刀落了、啊？巧克力，你是忍者还是怨灵啊？那不然该查一下了。你看，我是你家，你是你家，我不确定，我不知道，我刚拉了巧克力。来，第二个忍者跟我跳啊！好吧，死了。这个、是厕所吗？这个厕所真的是才死四个人而已，哎、欸。等一下哦，这是啥？杰克厕所哎，你问他职业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不是回你忍者对不对？我刚刚就直接回忍者啊。哦、我刚刚还怕他怀疑我，我就说你看我穿上给你看，我是忍者。没有，我先保他，反正他是我拉过来的。好。哎、欸，重点是我们死人了，你应该先关心其他的。死人没办法、啊，关心他们会不能复活、啊。我是关心狼啊。哇、哦，你怎么一个没退？哇！刀下去了，刀下去了，刀下去了！杰克，他脸上有血渍，刀下去了。杰克，你刚位置是三楼吗？好好好，我被吊死了。这里是三楼，是哎，是吗？要跳到 Super Idol 的笑容都被你遮掩，所以你只能爬一层楼。团团啊，是团团。
你怎么是真的啦？都没你耀眼，都爱一百零五度的你。哎，刚刚就已经唱过了，那我要唱一个哈。你要唱什么啦？嗯，打扮着妖娇的模样。哎，老人哟，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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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来来来来，跳舞，卡波那是叮当，因为是下的，要死我，要死我，最迷茫，你可以杀了我，我耳朵好痛。巧克力，巧克力，我拉你两次过来都隐形哦，我拉你两次过来都隐形哦，给你两次机会的哦，哦对，你给两次机会了哦，我是被团团追，二零，是不是怨灵？二零还是二零追我？我觉得是二零，转机哦，我刚在办公室。我是覺得你要知道还有三个狼，我有两个狼，你们要三打，给你两次机会了，给你两次机会了，给你两次机会了，我可以杀你了。哇，你还是选择了我。这时候巧克力要唱歌了吗？你要唱歌了，你要唱歌了。我为什么要唱啊？你要表达你难过的。一百零五度，你哦。你都害他拉到我哎呦我等下又要 被弄了啦就算了拉两次拉两次哎哈基啊不要这样哎你好啊哦好那 OK 哈基不要哈基不要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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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为什么你们在干嘛、啊？我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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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啦！还有些这种教室，其实出入口就只有一个。我忘记要唱什么了，不好意思。阿波那，你唱同一首，唱同一首。好、哦，西瓜果，西瓜皮。人鱼的无敌是15秒而已、哦。你看不到我，哎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后面后面后面，白天啦，哇，竟然回避成功，你那谁的帽子好明显哦，那是我吧，就是你，哦，你我看到里面他打电脑，他在 computer 里面。Computer, 没有抖哎、欸欸、你要走下面哦不要啦你上来啦阿里路他有这个下水道也是很大、欸、下水道那边走不过去啊就是我们规定的话、不然太大了学校太大了好大哦啊因为是他只能报名键啊所以那个砍人要慢一点、啊、下面那个不要、欸、不要你不要他还是个，他还没长大，孩子，快跑，快跑，快跑！你快跑！我来，还是个孩子，是不是？还是个孩子。哎、欸，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我回来了，回来了，怎么了？不是啦，团团啦，我啦，团团，你回来！来我不要林哥，你就只差蒸六水。好，我换另外一个，你过来，你过来，我唱一个人的，快点！我要冰水。快点，我唱另外一个一个人的。你要结冰矿泉水是吗？好啊。解密矿泉水贵五块。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你看，换另外一个一个人了吧？冰墙啊！你的心有一道墙，在我发现一道窗。哇，那个还在脱衣服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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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卫东。
你这是如果的事吗？不是啊，你这帽子好人，这帽子好雷哦！这帽子都会看到啊，戴着啊，我拿来复仇。你一直戴着帽子还没事，对啊，对啊，你还活到最后。我是聪明的，好玩嘞！玩饮料机，不要玩你的饮料啦，摇机台。这个解完之后，那个后面的门就打开了，拼图拼图拼图。好，拼回来了，拼回来了。哎，限你，限你十秒钟把这个拼完，拼回来。没有拼好啊，上面的。那应该还比较简单一点，它有拼完的。先把它弄乱啊。计时十秒钟，你就再复活了。计时十秒钟，开始，繁星开始。那怎么是我？来不及了，三十秒。失败了。村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会这样？蠢村民，蠢忍者，蠢村民，蠢村民是什么？蠢村民，村民，蠢村民是什么？就村民而已啊，没有用啊，就没用的，对，没用的，没用的人，对，恶人，没用的，没用的，听起来有点哀伤。哎，对啊，我显示是村民，跟繁星 combo 好强哦。再给我一次机会，一次传我。没办法，两次了，两次了，不能再多了。还有还有其他人，为什么都是我？就是每次都拉到，每次都是你。还记得哦，那个传送要慢慢的，那灰要慢慢灰啊。哦，好，好，这边有四顶那个雪狮猫叠起来，懂雪哦。会。什么游戏大厅也在戴帽子啊？嗯。那是 demo，、我刚放的，我刚放的，这是 demo 吗？我们要站上去看看，这样。看四川，四川，觉得它有点高哎、欸。对啊，武器拿脸都会是错误的，所以就只能拿剑，好吧？就得给大家看。好，好啦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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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你看看我啊，掏一下，掏一下，哎、欸，鸡婆婆鸡腿，鸡婆婆哎、欸，鸡婆婆不能拿啊。南瓜牌，南瓜牌，南瓜牌。哎哎，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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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白色的那冰镇的哈记，真的他包牌了，包牌，那个波波过来，白色哈记，白色哈记跟巧克力握手的，哦是那个了波波，没有，这真的是真的是哈记啊，它是盒子箱子啊，它是箱子的形状，现在哈记都很敏感，可能我跟巧克力握过手就变成这样。我要去买，我要去买。你的心有意义。我要用创造去拿那个。嗯。你是不是蠢啊？我是狼人。天大雨很重，小鸡好像是狼，看我的是春联。我不知道，我被造假了。我只是蠢了点，不要啊！你抓了两只狼，我是吗？我是，我是，怎么那么多只啊？我是吗？你无敌好人，小鸡，如果是蠢狼，哎，我不是，哎，可是在打我的是蠢狼，好妖啊！我是蠢狼，已经抓了。那不是狼了，哎，那个头头应该大概不是吧？我已经无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等他已经死了。哦，不是蠢狼，不是，我也是蠢狼，繁星，不是，我是蠢女巫。啊，你是蠢女巫，我蠢女巫。蠢狼是谁？蠢狼，我怎么要蠢猎人？蠢猎人很强哎，你可以最后一秒的时候拉，我被他差点卖掉。你是蠢猎人吗？你是不，爸爸你是什么？小鸡死了，小鸡死了。我是聪明的大学生。那给你这个。没有，我是愚人。我刚刚买的。是愚人吗？自己蠢死了。哎，什么？我隔一段距离耶。他是蠢女巫，蠢女巫的，就是蠢女巫，只会毒女巫。哦哦，我不管丢到谁，一定丢到自己，是不是？对他已经丢。爸爸，不是爸爸，丢到自己了。嗯嗯，是谁？谁是狼？我到 Q 给你啊！不是，
刚刚只要很多只而已。很多只，我不知道，说刚刚那个是那个吗？完了，等一下先杀他了。我躲起来，我躲起来了。可是我觉得他既感觉很像啊。哎、欸，他都阻止我们去合作社，不是来啊？就是、我在那边卖东西啊，来啊！他竟没有在合作社啊？他第一天啊，现在都不敢去了，只能躲在远方。来啊，来买东西啊，清凉的哦。清凉是你清凉还是饮料清凉？巧克力来就变清凉了。不去了，不去了，多了吧？对啊，对，我就觉得哇，你这怎么来的啊？存在啊，都还活着。你的心有一道墙，那女孩对我说。说什么？保护他的梦，我以为是说说世界，我以为是说说我是一个小偷、欸，哎，第二趴有小偷啊？哦，那是第二趴哦，那是第二趴。哎、欸，我也是说你爱我了。谁？我刚刚看到七八个死尸吧，下一个炸七吧，还是你？是谁？是八八，八八是不是有人追你？刚刚很多人在追我。地图，等下，这里没有人。谁？谁？我啦。你怎么这样？我炸气师的。骗啦、啊！他不是都炸气师，波波了。我不是，我不是波波。你冷静，冷静啊！我也是炸气师。你跟他跳一个，炸跳一个，炸跳一个。你说炸气师，我害怕了。我也是炸气师。没有没有没有，巧克力打后面了，巧克力打后面了。为什么？迪叔，你 what the fuck？ 我就说我炸气死你！迪叔，我不要了。迪叔是了，他我帮他票，他是他买的票的。杰克，我错了啦！不明，完了，不管我，这是你们只要有套电视，你自己哎屁嘞！哇哦，那女孩对我说，杰克，你看如果我是我，就得打你了。那我们一起唱歌啊！好啊，好啊。那女孩对我说：“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我是一个小偷。第二趴，第二趴。我只有这歌啊。谁啊？共同保护杰克，共同保护杰克。哇！你的装备，我衣服。呀！你穿我衣服。你剩衣服裤子了。哦，白痴哦！你在那边，你们两个都是蠢的啦，白痴。不是啦，我是真的啦，我看很假的啦，我炸鸡丝的，你不是炸鸡丝的，太多了，又不是，我才是炸鸡丝啦，我炸，我不是，你说自己是真的，你是蠢狼啦，不是蠢狼，我给我，我才是啦。才回来了，够乱！斧头给我就是了啦。好，等下斧头一定给你。不见了，都不见了。天！伯伯，我刚死在这哎、欸。对啊，我刚死在那。所以伯伯，你是蠢狼对不对？我是蠢炸鸡师。骗人！没有蠢炸鸡师啊，没有人穿着铁衣服乱跑。叔叔子，你是不是蠢狼？我不是，是吧？我不是，因为不是发发，刚刚有一个蠢狼在跟我互打、欸。啊，你还对我说？我你不是、啊、你看那拿斧头跟我是谁、阿基你在哪，你有没有狼王、怎么那么多，还是你拉一个，你拉一个，我不是蠢狼，我是炸鸡师，斧头给我好不好、不是，我要讲我一个蠢预言家，我旁边至少经过了四只都穿着盔甲的炸鸡是谁，每个人都拿斧头给我，那每个人都拿斧头，
OK，丢给我，你们丢地板，你们丢地板。但这只是不是第一天，还是死诺顿，一定有一个是聪明的狼啊。还是聪明的狼被我们飘出去了。阿拉丁出，你这个马拉，后面有一个在哪里啊？斧头给我了，哈基。你想干嘛？给我啊！我是预言家。最好是啊，你是什么？你是什么？在干嘛啦？真查好看。我跟你讲，好运，好宝宝，票宝宝，票宝宝，好运打开没有？我不是，我不是跑去楼下，我真的是，我才是真的炸鸡师啦！我才是哪有那个炸鸡师还会那个缓速唱歌的，还会无敌那个是假的。啊，他在前面，他在前面。歌谁唱的？啊，我唱的，我唱的。我是，我是，我是。感谢会员，还有刚刚什么哔哔哔什么的，我好混乱哦。太混乱了，所以没感谢到。感谢感谢，因为好运包不就很厉害，是不是？厉害厉害，唱起来唱起来哦！杰克杰克杰克，你现在都要往内户打，往内户打，往内户打免费啊！好的哦。哎，这是好运包包哎！哎哎，那个我没办法唱衰他，可恶！阿纪你在哪里？阿纪，这是阿纪吗？你是阿纪吗？你猜啊！你是阿纪，我觉得是有个。你要这个吗？我是你本将哦，我看不懂到底是什么。你怎么了？你看人呢？我捡到这个，我捡到这个很酷。你到底在干嘛啦？来，一人一刀，一人一刀，我们看谁先扫吧。一人一刀，不可能。就不会了。有多远？为什么可以有那里？哎呀，为什么只打我四刀？你会杀人啊？因为他只有一个是真的，狼人而已啊。其他都是狼。我就想说，史诺顿一定有一个狼啊。还是只有我一个真的狼哦。其他都是蠢的。我好累。这一个迪苏都是蠢狼。好无助哦。哎，所以巧克力，我们那时候在追的时候，两个都是狼啊。都是狼。啊、重點是我想说，我平白无故就被票，你被波波那个转角，没有，我是被迪叔回头票了，没错。我想说，我报一个，我不报一个那个炸鸡，怎么十几个都跳出来说我也是炸鸡师，我也是炸鸡，不是我被杀呀？你是每个人过去都跟小雨打，然后每个人都是蠢的，我们都是蠢的。除了波波以外，第一那个最早跟你打的是迪叔，然后后来哈基也跟你打，到底是怎样？我都混乱，你们一群蠢的。蠢啦！难怪你们留级留那么久，到现在才毕业啊！怎么有两个狼是蠢的？我一个人怎么算？我想说奇怪了，为什么感觉都我在砍人？那一个狼还可以赢啊，我们这群蠢！天哪！好嘞，这个好了，这是干嘛啦？往内户打啦！这是真的炸鸡师啊！这是真的炸鸡师！不要，你手上药水叫我什么炸鸡师？叫女巫好不好？叫他啦，叫他啦！我这个是转职成功，转职哦，转炸鸡师。你想说你还回头打我，臭女巫！李叔现在很坏，能票就票啊！哇，票就干嘛啦？我在找歌单呐、啊，等一下啦！我在找安全的地方啦！我找歌单喽、喔！下一水就我啊，对，哦，原来下水都是这里去哦、喔。对啊，我也刚刚发现的。哦，我是真的，不能去哦、喔，不能去哦、喔。我是谁啊？你是谁？我知道你。你干嘛？你是那个吗？哎，这会游到哪？我白痴哦！哎，我吓到啊！下水道不能，下水道不能。哎，不对，不对，都是好的，都是好的。你快看，波波要死了！十八，去死吧！再见，上场的乱源，去死吧！姐，你快快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也是啊！哎，我不知道哎，我试试看嘛，不要，会害到大家。我刚试了，我是真的。我刚没有用，我没有用。我刚刚已经抢了一个狼人的所有身家家产，然后跑走。二零死了，外面感觉危险哦。打我，他不要再打我。他
快跑快跑快跑，那个怎么怎么怎么烫怎么烫怎么烫，朋友一生一起走。真的哦，小雨小雨，我们去找他，我们去找他。好，走走走走。有一个是女巫。团团，留你一马好不好？还有小鸡呀、啊？小鸡吗？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欸、不是，我是炸鸡。你是什么？我是炸鸡。我不管我炸鸡，他是炸鸡，其实大家都是炸鸡。炸鸡师啊，把他给炸了，炸了！我真的是炸鸡师，炸鸡，这个世界真的是炸鸡师。每次都开始这么认真的炸鸡师，炸鸡，每一个炸鸡师。我跟你讲，我刚抢了团团全身的装备，然后跑走，决定花。我刚是看到团团跑超远的啦，对啦，可是追不上。真的是女巫啦，他其他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真猎人还是假猎人，不过我刚上一场传发发过来，他隐形的哎、欸，哦，他是怨灵，那就怨灵了，那就是怨灵了。体验一下，哎呀，什么什么什么，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哎、欸，那个躲在里面，快跑！巧克力是好人，巧克力是好人，干嘛打我？一杯酒。有哇，你也有巧克力这一天啊！终于来了，两边是不是都来了？前面的不是也没做到哦，前面的快了，前面的快了，快跑快跑快！团团来了，团团来了，那你们这边来了，这么多人，这画面好笑，看人呢。我有可能是我的，真的黄牛啊！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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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蠢呢？你蠢，你好蠢哦！蠢我推的，我推向他，我死了，我蠢，他蠢，我真的要死。飘到了，飘到了，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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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是团团。那底那是谁？那是谁？谁谁谁？我刚刚互掉了。团团团团，打错了，打错了。团团团团团团。我救你，我救你，我救你，我救你。好，你毒我，你毒我，你最好赶紧毒。气死！还有个杰克，杰克也是那个坏人。我只是在乱玩。你明就可以找他，你还堵我？哇！我以为那个是他，我以为是他。你不最后堵我？哎，敌输了，那是敌输了，敌输了，敌输了，杰克了。哈哈，一走出来三秒。还想拿一个人呢、啊欸？他进什么？找我鲁豆的。哦，找鲁豆好，那没事。迪叔表示：“团团，你怎么忽然间删掉了？”所以杰克是狼是不是？杰克是啊。我是蠢啊！你是蠢，那你乱玩也抽掉啊！那我们先解决抽掉了。等一下啦，我们先解决阿叔，我们先解决阿叔。阿叔。哎呦，哎呦，哎呦，完了！一瞬间，得意啊，再得意啊！哎呦，哇，我躺赢哎，要输了！用这个女巫在那边乱跳，乱跳！我跟你讲，我刚刚不是在乱打吗？因为我狼人没有着装。哦，着装哎，杰克都没。不穿装好多天呢、欸，一个蠢狼，太坏了。觉得小鸡真的是炸鸡，炸鸡啦！我不相信我，蠢而已啊！没有，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炸骑士这个身份。刚刚团团想表演自己是炸骑士，我的天哪，我差点被……没有，我只想表演我是蠢狼。不能再蠢了，再蠢太可怕了。不要再蠢了，好累哦。好蠢啊，好蠢那个啦，丘比特来啊，拉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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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比特自动，然后手动才对。啊，太难了，这游戏。我笑肚子好痛哦。啊，好累，好累哦。
我以为只剩下迪叔哎、欸，没有了，没有，还有两个，我只是假装蠢狼而已。CP 好不好？可以自己配对，小鸡这都是 CP。哎、欸，第一天白天就要你可以自己配对一个人跟你当 CP， 如果你是丘比特的话，对，他就是一个父子业。哦那 CP 要获胜的话，就是你们两个要活到最后。活到最后，但拿书不要拿得太明显，会被抓出来。没错，一开始不要拿书。那那个、啊，大家那个第一天就直接嗨起来好不好？好，第一天时间过半就可以投票了。好，你不票，你可能就被票走了。好，混乱起来。哦，我先躲起来了。哎，小雨人在哪里？刚的爆名在哪、啊？爆女巫在哪、啊？爆女巫、啊、这种有人，阿纪，阿纪是那个，阿纪是 CP， 你很烦呀、啊！放在最后面不能躲人呐、啊！阿纪先，阿纪先，阿纪先，阿纪先的，阿纪先的，你怎么？阿纪先，阿纪先的，阿纪先，阿纪先的，阿纪先，阿纪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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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烦的、欸！哇，你后面也跟来多人了吧？他进票，他进票，可以了，可以了，他进票了。哎、欸，第一天不就不能跳？第一天不能跳了啊！过半了，刚刚投的过半可以啊！哦，快速哦！哎，投的票，他自己他投，哎，他投。完、哎、了，你们投的爸爸回头，爸爸回头。原来是快速模式啊！哦，死了，现在。哇！哇！什么？发生什么事了？游戏规则。哦，我很抱歉。重点是我干嘛还持续跟着你，害我被骗了。你忘记上次警长开枪了是不是？天哪！揭开，警长开。为什么躲到画面机后面的？一输一点完，然后一打开，你躲在面前。我也想躲发点。贩卖机后面。等下你是什么？为什么你啥都没有？不要不要，啥都没有是谁？这里啥都没有。什么意思？我是宁宁。宁宁。哎、欸，怎么可能？没有、哦、没有发光。哦。刚、欸、刚你们突然停顿一下啊、哦！完蛋了，完蛋了！那个扎扎了一下，就突然停顿一下哦。发小姐。哈哈哈！发小姐是吧？啊？谁啊？哎哎，他杀人了！我不会杀错人了吧？哎、欸，好险没杀错人！好险没杀错人！他在楼梯间。楼梯。哎、欸，小鸡，哎、欸，不是。然后你是什么？刚刚发发，哎、欸，后面小鸡，发发。没有。小鸡，你好的吗？自己人。但是他刚刚没有杀我、欸，哎。没有，你村民就会村民。他都说他杀没有杀错人，但他代表他杀人了。你说你是什么？他在二楼，爸爸在二楼。我是好人，爸爸先爸爸。爸爸在二楼。黎叔是好人。小鸡，我让你活一天，你这样对我。二零是什么？这刚刚真的是你哦。让你活一天。对啊。嗯，我是好人。你安全的吧？我不知道，我是好人、啊。安全啊，你是好人，安全。哇，还有刚刚直接的话，直接读小雨的，小雨怪怪的。小雨是哦，读我们村民、啊。哎、欸，你谁？没有零。哇塞！哇塞！哦。啊，我跟他是龙场啊，都是龙场啊。哇哇！你哇！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晚上都没怎么发光？哈哈哈哈哈！一只啊，吓到了、欸，安心躺着就赢了。这局有趣。刚刚你 K 的是我啦，阿纪拿输，不是发发，是我啦，太重叠了吧？傻乎乎。啊，等下那个、哦、时间过半就是可以票的哦。好啊，那我技术模式，好吧？你不票，你就会也是会死人的。对。哎呦，谁在那边选东西啊？谁？我看一下，选一下，看谁在选。I'm hero， 躲角落再选。我要用电脑，现在都是用电脑选。在科技时代是不是？对对对，时代是不是？电脑选号。
对，电脑小孩。你是在偷拿书啊？我在看谁在拿书，我在找人。不是有怪怪、啊，那第二又在拿、啊？我要拿出来哦、啊，我要拿出来。有没有在你旁边？我在我旁边，哪里？在你旁边这间，走走进来，走进来。一起走，一起走。看啊！哎，不是，不是，不是，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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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票，你没有票，你我们家是合作，合作票别人。有人讲很危险哦，很危险哦，你们谁票我的，我要选人。哎，我哎有人选人了，要选人了。刚刚第一个票你是谁？刚刚第一个票你是谁？哈哈哈哈哈哈！哇，哎，你这招好猛哦！你这招太溜了吧！哇塞！死亡笔记本呢、欸？死亡笔记本，想拉谁就拉谁。哎、欸，小金，你为什么动不了？你为什么不动了？我好笑。来跳舞啊！来跳舞啊！你怎么动了？不是我，是小雨。小雨，你是鬼？小金是鬼，小金是鬼，小金是鬼。我直接看到了 you are my superstar， 等一下让我查一下死亡笔记本。哦，你是那个啊、哦、啊，还等一下漏查一下，还敢票我啊？查一下杰克，查一下杰克。不行，刚那个鬼不让我查，还是坏人。你拉我过来，你为什么查我？欸你刚是透明的、欸，他拉你过来，他怎么还可以查？我是丢隐形钥匙给你。怎么有一个人站在这边瑟瑟发抖？啊，有鬼来了吗？你好鸡哦！有啊，有很多鬼。有啊，那个 H3 完整了，H3 完整了，收集成功，收集成功。所以哈基，你们总也来了。嗨，是什么？我刚刚我哈基，他站着说，我们三个人是好人，你们三个都是好。确定？真的？我刚刚怎么？我刚刚怎么旁边看到这边有穿狼装扮的人啊？那个是小鸡吧？没有，那是发发，那是发发。啊？发发是人鱼，发发是人鱼。那小鸡啊，走小鸡啊。小鸡。那、啊、小鸡嘞？没事。不知道在哪。小鸡没事，我知道你没事，但是你在哪里？我已经升天了。我没有，你没有啊，你的名字还是白的，你的名字不是灰的。还买鸡排？我升华了，我升华了。没有，你变低基金的吗？低基金，低基金，低基金，升华了。所以小鸡嘞？没看到哎、欸，一群大男人找不到小鸡，繁星啊，这是繁星啊。每一随机，我是随机、啊。对对，忘记了，刚、哦、好随机到繁星了。哦，我不是啊，真的假的？可是我可以唱歌。我的朋友都死掉了。你的朋友东西啊，你没有朋友了，你说自己是鬼？你没朋友啊？可以把大家都当你朋友啊？你们愿意当我朋友吗？不要。哎嘞！忘记唱歌了。哎、欸，现在可以唱，现在可以唱。有唱一下，不唱一下，不唱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Super Idol 的小朋友，又来，有没有其他？有没有换手可以切歌吗？切歌，卡歌，卡歌，卡歌。我想一下、哦，去 KTV 那本周精选，然后一直播，一直播。你唱那个吧。I still the same， 都好像没有变哦。你唱哪一首啊？还是讨厌下雨天？哎、欸，你唱动歌版的 King。You are king 你还是寡杯好了，醒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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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醒杯，醒杯 ，I got 醒。啊，寻找小鸡计划，小鸡，小鸡在哪？这里好热哦。你骗人，不能在外面啊。不会，那边105度哎、欸。没有，这里有105度的蒸汽，这里这里的确会很热啦，这里的确真的会很热哦，很怕热。像你这要变低基金了。作为一个学校，有个温泉，对不对？温泉区很热。温州90度啦，白痴哦、喔，90度直角。嗯，你怎么讲出来了？真的很热，小鸡真的很热，你去找那个亮亮的地方，厕所吗？啊？为什么厕所会很热？团团热发发进入女厕，不懂厕所会进入。对啊，厕所哎，刚、欸、有人偷打我，哎、你刚刚被摸了吧？你被摸了，你被小鸡摸了，被小鸡摸。那怎么啦？团团吗？两个人进女厕，不是啊，是小鸡啊。
小鸡团团变态。什么是小鸡啊？变态。我们帮你保留这个资料，就是。记录的话，你觉得记录档先帮你保留，记录档先帮你保留，但我们的记录档都可以提供。对对对对，我们人不能多说，不能剧透。如果你觉得不舒服，可以跟我们讲。粉团，小鸡，你在哪里？小鸡，小鸡，你们两个接触在一起，然后跟我说你们在哪里？你们在一起？什么鬼啦？还有怨灵啦，还有怨灵哦，我不能死哦。哦哦，李叔，我们让我们让那个好了，我们让怨灵要不要？好啊，要不要？要不要？小鸡，好啊好啊好啊，我好像看到你在这边，对不对？哎，没有，你就这样不见了，小鸡。我一直上不了了，我还哭啊！来这边哦，小鸡一票，你是迷失方向啦，有他一票，他一票了。小鸡一票一票，你这样等一下就死哦。对啊，你有票人的话就平票啊啊，没了，两票了。这两票都平在你身上了。我们让月灵赢吧，两票了。那是月灵是不是？月灵赢喽吗？没了，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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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叔让我砍一下，我在底下。迪斯拉砍，迪斯拉砍，你还真让我砍了、哦，你又没差、啊。上二楼，上二楼，上二楼，上二楼。哦，这边哎，哎，上二楼，快快快快快！哎，这边是哪里啊？上啊！转角、哦，还是没反、啊，哇！二比二，但是是小鸡要的。刚刚二比二哦，哎呦，二比二，打到一个，好气哦，天哪！哦，又这样子玩，不好听吗？你知道，其实我刚刚的想法是，票小鸡，然后我是女巫，可以毒死团团。哦哦，我刚刚没有遇到他们，时间来不及了。你不是在一楼晃吗？在一楼，因为刚刚他们在一楼，我去二楼，然后我走下来，时间来不及了。一直错过。其实我刚刚票完小鸡之后，我就躲在那个同样的办公室的角落了。他摸了发发，想说那时候想说你怎么票了发发？我也想说为什么要票我？没有，因为。减少玩家一下，对啊，不然随机到我就哭了。哦，原来是哦，对哦，你好聪明哦，随机到小鸡你就赢了哎、欸。好贵哎！死亡笔记本带走一个狼，我觉得太强了啦！死亡笔记本了，死亡笔记本，然后反反就跟着我一起走了。我想说，经过哈记看到哦，你是奈可就啊八七，那就两个都一砍掉了。之后快速局有 CP 那个可以这样。拿来留着哎，好恐怖哦！当死亡笔记本，你要搞我是不是？那个死亡笔记本大家都会咯，开场要搞的。哎，我看到有人拿书，这是谁？都是透明的。哎，他所以我看是穿装的，他怪怪的，他 bug。你要重登？好啊，不是你啊，重登是小小小朋友重登。哎呦，正常正常。是不是二零啊？二零是不是 CP 啊？怪怪的。好，那二零我不会票的，二零我相信你想票才二零。我你怎么看得到我？你不要偷票我！哎、欸，我也有 CP 哦，你小心哦。我有哦你又是 CP 哦，你又是有。叫他，叫他，我不信，不信，我就不信，我不信，叫他，叫他带我走，叫他带我走。有完了，这波波真的有失望。有有有有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有刀而已。他没有，他就刀而已。讲、啊、不到，我讲不到在后面吧。我这样子，小雨被票了，因为我想看你再带一个人走啊。我没有波波小玉，其实我有在波波两票，没有波波两票啊，两票。波波是什么、啊？我是狼人，对。啊，你很诚实，你很诚实，你是个诚实的狼人。西天去吧那。那我可以复活吗？不行，放屁光顾。没有，你可以再死一次。你可以死人闭嘴啦。哦，我要找一个伙伴。哎、欸，小鸡是好了，保护、欸、你，你打我、欸，谢谢你啦，谢谢你啦，兄弟厕所打架，厕所打架，不客气啊，兄弟是谁啊、欸？兄弟你长得很像我，你一定要危险说一下，兄弟你长得很像我朋友熊猫团团哎，你精神啊。兄弟来不及啊。你
惨叫一下。我们唱个歌，我们唱个歌，我们唱个歌。你要唱什么？唱啊！马尔济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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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济斯。嘿，嘿，画一个圆，再用白色涂一边。鸡娃娃，爸爸护打，我先死，爸爸就演。鸡娃娃，不要，我们不要，不要内斗，我们不要内斗，我不打。娃娃，你们看到哈记吗？啊、你刚刚唱歌还我啊？你们看到哈记或怨灵吗？我来，我帮你胜利好不好？快来，你给我过来！什么什么？现在怎样？现在是怎样？没有啊，是啊，我吓你们啊，放弃的。有对战区哦，对战区哦。对什么？所以是二零吗？二零、啊，没看到二零啊？那是怨灵啊？没有，看不到二零、哦，我要找二零。我看不到二零，哎、欸，我也没看到二零。二零，你是不是怨灵啊？看到我了，二零，你为什么要跑嘞？二零，我不懂，我感觉你乖乖。等等，不要啦，真的，认真的不要。哎呦，杰克，哎，我没有啊。好吧，那这个我认了，好不好？我没有、啊。二零四郎，二零四郎，然后小雨，小雨不要。小雨，小雨搞不好是帅的。不要打了啦！熊猫团团，快跑啊！熊猫团团，快跑！熊猫团团，哇哇！这狼人饶我一命，我查他。这狼饶我命，我是预言家，相信我。我查他，我查他。他还在摸我，不要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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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摸，好摸，不准摸，摸摸摸，摸摸，哎呦，摸摸，不要。哎哎哎哎，等一下。这不是我意料到的结局，等一下，马萨卡他要让你，马萨卡，这个我不太，我不太懂，也不一定啊，不是啊，是不一定啦，可是，一比一，哈记团团各一票啊。啊！现在是剩下他们两个，他们两个，一了，他们两个，二零怪二，二零怪怪的，二零怪怪的，二零现在他自己投了一票，最关键的神圣的一票取决于你的手上，剩三人都会发光。来来来来来，脑袋突然间转不过来，你选一个啦，就这样而已。我觉得你选一个胆，选一个胆，选一个胆。看你有没有办法打到？我觉得追不太上，我觉得追不太上。你直接到下面那个楼梯口堵他吧，命中注定前世情人，如今情侣吵架，情侣吵架，情侣小打手呢？哦哦哦哦哦哦，到底会是谁呢？哦哦哦，谁要飞起来了？有人要飞天了！飞天！也太好了！啊！哦，游戏还在继续中，还在还在。哦哦哦哦，嘿！哦哦哦，对的，剩下一狼那个一怨灵。哦，好多怨灵死了才，对，狼人死了才是怨灵获胜。好了，我们就站着好不好 ？OK OK， 你要喝什么饮料啊？来买给你。哇，好好，太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他是用名字帮你买，你要想清楚哎。银子帮你买，你要喝什么呢？冰爪，这个绿色看起来很好喝。绿色的，你喜欢绿绿的？你干嘛？你干嘛？哎，你们这个好喝的，来，这个给你，好吃的。这什么？西瓜汁。哦，哈记，你干嘛？哈记一现形就西瓜了。好吃的，好吃的。哎哎哎！不讲武德，不讲武德，不讲武德，好滋味，不讲武德，没死到杀的，用西瓜吸引别人，天哪！哎，你们那个等一下，你是防爆吗？这种防爆吗？盯着他，快跑！库尼拉，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放几只啊？多放几只啊！哎，这样变超爱跑哎，感觉好像蛮有趣的哦，也蛮有趣的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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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二零，我觉得二零追不上，二零太多了，
有点卡卡，直线区域太大，直线区域太大。我要去，你不要吓我，我被吓到了。狐狸精，有方法吗？被吓到，我被吓到，没有吧？有方法吗？不会，不会，他刚刚还有方法。哦，是他技能不会爆的那个，不会爆的那个，不会爆。哦，是吓人的狐狸发而已。早知道不留你了，在那边留他。没有，因为他就想说两个狼啊，一个怨灵。对啊，我就想说两狼应该还行。可是我刚刚就在赌说，恶灵应该不是扎西斯吧？因为我刚看的扎西斯应该是被我砍掉了。结果就得了，就是你。小雨，我刚看 table 想说，明明我们是最好伙伴，结果没想到。哎，对耶，投我了，我要投你，我要投你。那我们最后快速场，然后还加存档啊！好诶，好棒哦！太棒了！那你可以开场的地方放一堆刚刚那个、啊、不会爆的苦力吧？哦，好啊，可爱的、啊，恐怖的苦力，很可爱，就来喽！三个一，走起！暗场玄机，你说你有没有不会爆的苦力吧？哇哇哇！我好可怕！哎、欸，有人拿那个票人进去打鼓，我票了，我票了，我票了，鼓励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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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输、哦，不能去三楼吗？哦，我也可以去三楼。三楼不行，三楼还是不要。我获得了魔物猎人的成就。合作。我打死一只了。后面好多人啊、哦！海叔，你为什么要一直看我？我觉得你合作了，合作了，看看你是不是想跳啊？我没有，我没有，你给我跳啊！过半了、啊，你拿武器了。我明明就哎、欸，你们要小心巧克力了。你说迪叔你有没有输？你拿输出来吓他。哎、欸，迪叔。你说你随便，你说要团团，你说是坏人，你说坏人，这怎么多一个人？这是谁？小鸡呀、啊！哦，好多人，怎么躲在里面啊？在干嘛？狼可以去打那个苦力怕看看吗？不想看他们的感觉，感觉一刀，说不定可以打死，打得爆，感觉一刀一剐。哎，我看到哈基瞬间飞不见了，狼试试看呢、啊，看一下。喊一下啊！欸、我是蠢的、啊啊，你是蠢的，你是蠢的啊！去世，兄妹，去世！啊，我想说，我不会死，我是怨灵。哎、啊，你是哦？等一下，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个狐狸罢了。哎、欸，等一下，怎么剩这么少人？请敲醒沉睡的心灵，我们张开你的眼睛。看哪有人啊！太多了、欸、哦啊！你叫的太远了吧？哇、啊，怎么了？是不是打到苦力怕了？你是打到苦力怕？没有，没有打到。那是什么？没有。我刚刚被这杯。你刚刚被等一下，等一下，团团跟小鸡，你们是谁？小鸡乱票，我刚刚在唱歌、啊。团团先打我。我刚在唱歌啊 ，Hello。啊，巧克力了啦！你们等一下好人那个巧克力跟小鸡，彪彪是彪彪，巧克力跟小鸡，哇，你好运气，你们先打我的，没有啦，屁嘞，真的啦，团团还在，有没有呢？嗨嗨嗨嗨嗨，等下杰哥也是是不是？杰哥也是狼，小鸡你走掉，你就跑掉了，小鸡你走，你走，你别那么没小鸡你走了。哦，你抖 M 哦，没有抖 M 吧？有吗？抖 M 吧？有啊，有啊，有抖 M。哦，那不要理你啊，拜拜。什么都有，没有啦。不要理你，拜拜。哎，团团，你要活下来。哎，有。哦，哇，幸运团团呢？等一下，有人在我们屁股后面追我们，我跟你。而且还一大堆那个啦。哎呀，先走，你先走。哎呀，先走，先走，先走，先请，您先请。什么？轻轻敲起他酸的心灵，我真的没有梗了。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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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端午节快乐，不是啊，要毕业快乐。毕业快乐啦！端午节快乐啊！这是谁啊？我！你不要再打了。我。有人是怨灵啊！啊，我啦，没有啦，没有，不是，不是两个都是自己。没蠢啊！我是蠢的怨灵，蠢的怨灵是什么、啊？哦，就是你会直接现形，就是会现形。哦，可是我刚才没被发现呢、欸。
没有，你一定不会被发现，纯因为你超强。对，没有，他改过，他改过了，就是你晚上是隐形，但是你会被刀死。哦，就没有无敌了，对，没有无敌。啊，重点是因为你是小雨死了、啊，对啊，是我死了，对不起。对，因为刚刚有没有？刚刚有一个很好好笑，因为我旁边有一只那个苦力怕，然后我就躲在苦力怕里面，然后有一个狼过来就把苦力怕杀死之后，他没看到我。哈哈哈哈哈！那你是怨灵，这是我啦。啊，真的假的？然后我把。我就想说奇怪，怎么是苦力怕在发光，你知道吗？苦力怕在发光，我就想说哦，可能狼的那个发光会让苦力怕发光嘛，我就追那个过去，然后砍了，哎、欸，怎么是苦力怕？白痴！然后刚好一个人在砍苦力怕，好像砍不死哦，那个狼人还是那个炸鸡师。炸鸡师啊，繁星吧，繁星，嗯，砍不死，来砍你，难怪，我就想说，我以为繁星是狼伙伴，想说奇怪他怎么死了，然后最后被你传，我就想到哦，原来，快透了，巧克力，快坏，快透了，快透了，祝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毕业，好吗？毕业快乐，毕业快乐，快乐。休息啦，休息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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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打准了。好啦，今晚就到这了，感谢各位收看喽。谁敲我？就这样，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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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影，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下见了，拜拜，拜拜，累了，累了，累了。